唱跳天团 Energy 昨天在高雄巨蛋开唱，多首经典歌曲不止嗨翻全场万名歌迷， Energy 更在现场挑战16吨。4月5月天在高雄市运主场馆开唱时，特地邀来 Energy 合体演出，当时就被大批粉丝敲碗复出，因此 Energy 也把高雄视为他们第二次启程的地方。那又再度回到高雄开唱， Energy 不止跟观众近距离互动，还跟现场歌迷大合唱。由于高雄开唱的第一天正巧碰上火星人布鲁诺也在高雄开演唱会，因此 Energy 跟开玩笑跟歌迷道谢，说谢谢他们来看 Energy 而不是火星人。立刻下载镜新闻 APP，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，尽善尽美，尽好新闻。